北方奇秀似碧蛇，出现在寒冬早春的夜空，成为玄武。玄武形象为龟蛇合体。中国古代认为龟与蛇是灵兽，并有着长寿的象征。另一说法是，玄武乃龙生九子之第六子，名为碧玺，形象为龙首龟身。传说中，碧玺曾经帮助大禹推山挖沟，疏通河道，为治水做出了贡献。后来，道教将玄武人格化为玄武大帝加以崇拜，而玄武便从四神兽中脱颖而出，跃居大帝显位。